呈现耳湾周边的森林湖湖边来看一栋湖景别墅。那我们这栋别墅呢是三房三卫，220平米，那么它的售价呢是1249000。这栋房屋呢是临湖的独栋别墅，位于森林湖的大湖湖边。那今天拍摄视频的时候呢，天气非常好，可以看到湖面波光粼粼，偶尔呢有几只水鸭游过。旁边呢就是社区公园，这个社区的设施也很多，各种各样的设施应接不暇。那么这一边呢，每家每户都是有私人码头的。私人码头是用来做什么呢？因为湖边大部分的住家都想有自家的私家游船，傍晚的时候呢可以乘舟游湖，载歌载舞，美酒香槟，垂钓吟诗，享受桃源意境般的湖边度假生活。那这栋房屋呢，不仅适合自住度假，并且适合投资做爱彼迎短租，收益呢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好了，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参观一下吧。
好了，那么参观过了这栋房屋呢，你是否已经心动了呢？这栋房屋呢，它非常适合做投资和自住。一楼呢，采用地砖的形式，这一种啊，非常的好维护、好打理。无论是自住或者是出租，那么都是非常的适宜保养的，并且呢，它一楼有挑高顶的空间，并且配置了 chandelier。那么楼梯呢，也是采用铁艺的，这个装修呢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。那这种房源呢，在森林湖湖边呢，目前不是很多，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，要抓紧时间联系我了。好了，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，我是 Mina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